经上京赴考第58次啦，你今次你都唔知几时翻嚟啊！五台妹，京城实在令我太失望啦，我决定去西域浸下咸水，话唔定我会中咗博士翻嚟嘅。路途非常之遥远噶，唔好等我啦，知嘛？冇啊，拜拜，三伯，我走啦，放手，你放唔放啊？你放唔放啊？你放唔放啊？我会等你的罗敏欧啊，我哋咁样殉情，系咪算得做哀怨动人？凄美唔知咩咧？对啊，哇！但系真系好饱啊，好饱。哎呀，点解你冇咩事嘅？我啊，我好像消化比较好嘛。哎呀，但系唔得。我晕啊！朱莉，朱莉，你醒过来啊！好，我有这个神奇的爱情力量，把他接吻以后呢，他就会醒过来。好臭啊！谁都不许臭谁啊！朱莉，醒过来啊！西方个月亮真系特别靓噶喎吓！咦？小姐，公子。做咩事咁唔开心，皱晒眉啊！你没有看到，好难过，因为我的 Julia 死掉了，殉情了。你又可以救他吗？小女子啊，懂得少少医学常识噶，可以帮我帮你噶。哇，脚底按摩啊！有没有笑？没有笑了。没有笑怎么办啊 ，Julia？ 还有，还有加全秘方啊，针灸。那是不是那个懂不懂啊？小小那个针，没有错啦，小小的，只是很小的针头，很小的呀。喂，我唔使啦，我冇事啦，没事啦，好，真系多谢晒你，成功啦，成功啦，成功啦，相教，但可惜你系女仔嚟啊，如果唔系啊，我就可以同你双双啦，就对对啦，唔好，哎呀，跌啦我。我唔系女仔嚟噶，我系堂堂正正嘅男子汉，听唔听到我把声几细？咁我哋就可以系咪？那我就要离开这个伤心地了。好啦，哎呀，三伯，李三伯，徐姐，有没有搞错？我系罗密欧啊，唔系李三伯。你那个三伯啊，三婆啊，都把我心爱女朋友给抢走了。新老啊，佢争我龙板，我都冇去殉情啫。不过如果唔系就见唔到你啦。Honey 啊，我带你嚟中国 ，Honey 妹系咪好开心咧？系啊，开心死啊！好开心你。点解有两只碟喺度嘅？咦，系喎。喂，你估系咪出土文物嚟噶啦？可能系啊。一只好似系西方，一只系中国碟嚟噶。不如我哋立咗佢啊！睇有冇人先啦。